现在都改。我就改了。前面两次你是为什么改？父母觉得我乱改的。是啊，收证件的时候他们才告诉我，所以这回去了就改的之后才发现的。后悔。我是中医系的学生，以后去医院不知道要怎么办。抖音。看到了。鲑鱼，台湾人当潘娜当久了嘛，当潘娜当久了就变这样了。回忆我《赤翼横观》的第二季第六集以后，那个滋滋游戏的那个投那个滋滋绝亲了，台湾的绝亲，让你给你点吃的，叫你当鲑鱼就跑去当鲑鱼，鲑鱼，鲑鱼之乱，就一个店，所以武统台湾哪里会有什么不必害怕什么？不可能如民进党讲的，台湾人会反抗，不可能嘛？给他一点吃的，叫他当鲑鱼就当鲑鱼去了。鲑鱼之梦，听说还好几百个人改，偷偷改，就一个店给他吃的，免费吃的，让他去当鲑鱼啊！这个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了啊，不必我讲了啊，就是一个店啊，卖寿司，上面铺鲑鱼，让你吃到饱啊！你只要改拿身份证去改名字，叫什么鲑鱼，然后。张鲑鱼、李鲑鱼啊，赵钱好几百个，赵钱孙、李周吴郑王可能都有哦，因为他改了，听说好几百个去改了，然后那个听说了，可能先改的人更多，听说可能越来越多，很多绝亲啊，台湾的绝亲就觉醒了，给他这也是觉醒哈、啊，给你那个，我等一下讲他真的是觉醒哈、啊。给他一点吃的，去改名叫鲑鱼，就去改名叫鲑鱼。那改名叫乌龟，给你吃王八汤。这个就是被那个滋滋游戏玩久了，当潘娜当久了，就变成这样子了嘛。所以我感觉那种所谓颜色，像香港也有这一种的啊，很愚蠢的。那现在是受到教训了，香港人受到教训了，乌克兰人还没有醒嘛？啊，被美国人搞的这种无知，然后民进党就拿那一套来玩你们啊，然后容许那一家店去搞，结果现在改不回来啊，不准他改回来啊，因为那个法条规定，就很久以前我就知道改名字，我记得以前小时候上那个社会课本就有讲哈。改名字要有条件啊，那你改过去就不能随便再改回来，不能随你想改什么，因为有很多人去乱改名字的，有很多很早就有，他改名叫什么面食的面，很早就有，他这个是地痞流氓，他地痞流氓他故意这样搞的啊，那没有好处给他，那个什么面，我记得以前有闹一则新闻，那是在二三十年前。那我记忆力还真好哈、哦，那个他改叫什么面，然后他就是不给你知道这，可是人家还是查得出来嘛。然后改过来之后不准他改回去，因为他无聊，他想改名之后再改回来，不准啊，不准给他再随便改。然后这个名字还真长啊，张鲑鱼之梦，都已经加了鲑鱼了，你还要加梦？所以我大概前几天看那个这。张鲑鱼、李鲑鱼、陈鲑鱼、王鲑鱼，什么鲑鱼？百家姓，我看是有没有凑齐，有因为好几百个人嘛，可能百家姓都有凑齐啊。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啊，冯陈楚卫、蒋宋韩杨，全部是鲑鱼。然后他想要搞一点特殊，鲑鱼之梦啊。现在他后悔啊，改不回来。看你这个。哎，没关系，你是绝亲，我觉得这是好事哈、啊。为什么我说他们是觉醒？觉醒，喂他吃的有没有？他就愿意改嘛。
这是代表什么意思？武统台湾要可以，真的是底真的好，到处都在暗示。你想，前日从来猪开始嘛，猪塞凤梨，后来是凤梨，对不对？猪塞凤梨，然后卖香蕉给日本被退回来烂掉，还骂你，对不对？那农民已经反了嘛，然后就什么缺水去祭祀，对不对？猪塞凤梨，以前我讲过是祭祀的啊，是祭祀的、啊，然后现在又祭天了，对不对？那祭祀求雨，上一次求雨是蒋中正时代，那现在鲑鱼干什么？鲑鱼者，洄游鱼类也。鲑鱼它有一个生态哈、啊，它是在河里面产卵，然后它长大会，那个小鱼长大会游到海里面去嘛。然后在海里面生活久了之后，他们快要产卵成熟之后，他们又会回游到他们出生的地方，拼了命的回游，然后交配产卵啊。他中途会死掉很多鲑鱼，但是不管，他要回游啊，不管任何情况他都要回去啊，回游。所以那像有一些河坝建起来了怎么办？那就会开几条那条小小生态的那个河道给鲑鱼游回去啊，洄游。鲑鱼者，洄游鱼类也啊。那台湾就要回去了哈、啊，不管一切牺牲，鲑鱼之乱也在暗示啊，洄游鱼类嘛，给你一点吃的，你就要回来呀、啊。不然你怎么当鲑鱼？对不对？不然你怎么能叫鲑鱼？哦，这是好事哦，最好那都再多改一些绝亲，全部都通通给他叫鲑鱼。他们也真的去啊，真的就是叫鲑鱼。为什么要表演嘛？反正这身份证无所谓啊。你看这一堆人，听都改好多人了哈、啊。赵钱孙李周吴郑王都有啊，啊，凑满百家姓啊，好几百个人了嘛。这一切都是暗示嘛，啊，那回游要回去了，因为台湾本来就像鱼哈、啊，台湾像鱼都很早就那个民进党地下电台就这么讲的哈、啊，因为什么？他想要把那个邓小平的那个话改变了、啊，他说邓小平曾经说过，哦喵被喵龙喜喝喵，就是。不管黑猫白猫都是好猫嘛，一个艺术是公，台湾是鱼，两国是喵，喵要将这个鱼嫁下去。我十年前我在去那边出差，那个南部的那个地下电台听到的，计程车时期，那好啊，要嫁下去，那现在终于当鱼了，那终于要嫁下去了。中国是妈妈，台湾是鱼啊，那你们自己也改叫鲑鱼啊，洄游鱼类啊，太多暗示了啊。这我所以我说民间有很多密码嘛，你回去看我那个从蒋介石的时间胶囊那一集开始，回去找一下啊，六门横关里面就有啊，那个时间胶囊的密码，然后后面我又那个。鲁冰花的那首歌，我里面写了一些，对不对？那也是密码，很早就该讲了。鲑鱼也是密码，不然的话不会闹得这么笑。而且你看，他把你这个什么身份证，什么中华民国身份证，他就不理你了，你就全部都叫鱼，他也无所谓，很不尊重，无所谓。以前是不禁止的，很早是禁止的啊，你改名都要有原因。啊，你喜欢可以，但是他改了一次不能改回来，他是法条了，嗯，现在也好像也维持这样，不准你改回来了，不准你乱改了，你乱改只能改一次，以前是连不乱改都不给你改，因为代表什么？你不尊重这个身份证嘛，你不尊重他嘛，但后来又说要给他一点自由，感觉这样不要控制哈、哦，就开放，就说你可以改，好像是要有原因，然后改了不能改回来，那你现在？他不怕，他不在乎你的身份证，反正武统之后换身份证之后，他再改回来就好了。在你这个时代，
在你这个中华民国最后的尾声，它就叫鲑鱼就好了，还要回游啊。台湾是鱼啊，中国是鸟啊，鸟要兼住过鱼，这还是你们民进党讲的啊，鸟要兼住过鱼，嫁落去哦吼，上好，哈哈哈，好上好嫁落去，啊，它又是鲑鱼呢啊，鲑鱼要回游啊。回到他的出生地嘛，啊，他现在要回去了啊，回去了，所以这一次完毕之后，就这一次那个中美谈判结束谈完了嘛，那各都就备战，因美国是备战不了了啊，只能嘘声动喝啊，找他的盟友啊，去闹人，自己有本事就不用闹人了，我再重复讲，有本事就不用闹人了嘛。那台湾在那边说要备战，这边说要备战啊，说要打到底嘛。那个不是什么秋锤阵，还秋什么秋太秋什么玩意儿的啊？他说要那个伪国防部啊，伪国防部长啊，蔡藩婆说要决战境外，打到最后一兵。好啊，那去，他们都去当鲑鱼了，你找谁来打？打你，枪不要落在我手上，嗯。落到我手上，我就打你好了，让你们国民党跟民进党死得像条狗。上一集讲的，所以当归鱼好，所以这年轻人棒，绝清。所以最后我的他们是绝清，因为回游啊，回游鱼类啊，他改名叫龟，让你们来吃东西，东东当归鱼啊，好，全部跑去当归鱼，也不跟你们当狗啊，还要当归鱼。要回游啊，鲑鱼要记得，你既然叫鲑鱼，你就要知道鲑鱼的习性哦。你既然已经叫了鲑鱼，鲑鱼是回游鱼类，它会思乡思念自己母亲生它的那个，我是从哪里来的啊？那你是人对不对？你人叫鲑鱼，那你就要知道说你的祖先从哪里来的，你的文化从哪里来的啊？你不要跑到大海里面就忘乎所以，对不对？他要回到河上，对不对？更何况你现在不是跑到大海里哈、啊，你是走到绝境了，待完这个走到绝境了，那你赶快回游哈，回游从海上回游，真的就是海上回游了哈、啊。算了，台湾是在海中嘛，要回游，回游鱼类啊，大家赶快当回游鱼类，所以我是不能改了。因为我已经外号第六门了，这太荒唐了。我也不想吃你那个鲑鱼，他那鲑鱼是生的，生的里面那个有寄生虫的几率还是很高的啊。所以我那个我是不，我要吃鲑鱼吃煎熟的。那个他那个卖免费是卖生的，我不要。不过从这边来看就好，很好笑了哈、啊。在那个寿司店啊，很好。这是一个很好的暗示，绝亲们赶快去当鲑鱼，回游鱼类。但是改了这个名，强调就要知道鲑鱼是什么习性，那你也要有这个习性，哎。